天广达尾牙上头呢，董事长林百里摆脱了这个变装的老梗，大跳快乐颂，炒热台下气氛，还加码300万奖金要送给员工，而没有抽到奖项的人还能够领5000元的安慰奖，让员工可以说是乐不可支。这回他们还请来艺人林俊杰，连唱了好几首歌，现场就像是小型的演唱会。广达尾牙邀请艺人林俊杰开唱，轻快热门歌曲带动台下现场气氛。就算用尽所有真心，却到不了你心里。情歌动人，也让去年刚丧妻的副董梁次振触景伤情，眼眶泛红。摆脱过去变装秀老梗的董事长林百里，今年戴着红帽子，穿着黑衣服，大跳快乐颂，让台下5000名员工还翻天。捐几包？再10包吧。好了，一包是多少钱？那就头奖了，跟头奖一样，比上头奖。尾牙最大奖项30万，一共有10个名额，在主持人黄子佼催喊加码下，林百里果然大手笔，再送出10个30万头奖，没抽到奖的员工都有5000元安慰奖，比去年增加1000块，员工乐不可支。所以今年呢，景气好了，大家都好了，所以这是我们好机会，我们哈再要更努力的，再创新，再蜕变，使得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。副董梁次振则是喊出期望今年能达成笔电出货预估量5%到10%成长空间，要大家继续努力。广达尾牙比照去年在林口五体育馆发放餐盒举行，今年吃的可是复兴空厨，餐盒比去年来得好，边吃边看表演好开心。只能说景气不好，大老板们都希望能赶紧摆脱阴霾，让员工能过个金马年。记者陈清顺、邱景台北采访到。